也是漆黑天使网路测试环节啊。J 开头，应该是尬的 JJ 吧？尬的啊、哦，我看到，我看到了，三天那个啊，只有一个而已吗？啊，尬的 JJ 那个吗？对对对，我进去的。好，哎，你们记得了吗？快点，密码错误，小写打密码，小写 JJ。密码是什么啊？哎，丁又出一些双爆哎！密码是大的那个六哦，看到了。来吧，让我看家里变怎么样了。密码错误，大小写啊？没错，我进了。好，我正在读，我应该是从冰柜吧。现在缺什么？我来看一下。大概是数值吧，我看一下。你们会卡再跟我说，我目前不会。十三点对吗？定义十三点对吗？没错，十二点，十三点差不多。你昨天是说你拿到什么？没有，就挖四个铜矿。哦。他前面都不给我。有，现在四个。突然旁边有狗。请问 Naka 结局是丁义跟天使结婚吗？不知道，你得去问，你可以去问天使的台问啊。怎样？问什么？没事啊，只是有人想问你一件事情。家里目前蛮干净的，那些阿瘸去哪里了？把他拉上来。阿瘸好像消失了、欸，为什么？阿瘸不知道去哪里了、欸。阿瘸不知道被什么抓到了。哎呀，凯老师登场，家里目前安全啊。四趴刀呢？不是，我看僵尸没在动哦、啊。对啊，你可以去挖材料啦，还是我去挖？我去挖吧，你千万不要去挖材料。有人在打地板啊，有一只僵尸在打地板。我先把这边。看到在那边去戳一戳啊！哎呦！好，我去戳。哎呀喂！不不不不不！我是这个伺服器的主人，你千万不要对我动手，笨熊！干你娘！嗯，你有了，没有不讲话，不讲脏话。真的，我也这么想。嗯，做我自己。对。谁这么有素质？哎，鸡排中脚啊！很多人上来了。哎呦，真的耶，阿瘸跑上来了！阿瘸，为什么现在有这种舌头僵尸啊？舌头露在外面，不知道，怎么有点吓人？你说像鬼的那种？有人还记得空头在哪里吗？他舌头辣出来，在被敲啊！感觉是有做，你可以就看有没有那红色的烟吗？特定的都会烟。绿巨人、欸，这些是丝草吗？哎、欸，你的四趴刀嘞？这些可能是原生的吧。在这里啊，我去砍，他们都会在打我啊。这么砍，感觉就不像，感觉就不像是那个。你就在家里砍吧。嗯。哦，这些僵尸很快就要死光了。有他们，你看他们一直跟着我，一直死掉那么多次。有机会看得到二王。可以啊，我把他拉上来啊，在家里砍啊。还是四八刀给哎，后面有绿色的、啊，被冲锋了。对啊，那边有个绿色。是吗？你旁边有一只白色的。没事啊，我可以边溜他边砍射鸟啊。不然你四八刀能给丁鸟啊？哎、啊，你们能给白字好了。卡吗？我不会卡。
你让白痴去捅那个二王，二王前面那个。我白痴应该还没跑，我们这样就，我来挖弹药吧。什么队伍？佳佳。OK。今天应该可以吧？还是绿色的？我看到空投，还是去找空投。把二盖路上了，兄弟。老师，机会让给我，谢谢。现在修地板，这地板应该快坏了。哎，地板快坏了， okay. 修一下，修一下，鸡排。好，那个绿色的先把他打死啊！那边。哎，他跑过去找你咯，秘鲁，你个国屎的！哎呦，谁？他？谁？你的地板那边地板？你的朋友啊，白僵尸、啊！你是不是故意不让我去捡捡空投的呀，许文？你不乱讲，我真的好烦哦！我会这样故意死掉，害你不捡捡不了空投。有机会。哎呦，你在捅他了！我已经有听说你已经把我当成一半的仇人了。乱讲，乱讲，真的吗？他们在造谣啊！欸、你把这边，你把这边对，对当然当然，哎呀，信任秘鲁，亏我还在这边大半夜研究这个伺服器，为了大家，对不对？对，得必须最爱，那是肯定啦、啊。嗯，我也是信任秘鲁的小粉丝啊。嗯这里好多阿瘸啊、哦！拜托，阿瘸不要看我！啊、阿瘸不要看我！哎、欸，基本没什么怪了，你可以出去了、嗯，你可以去发育啦、啊。没问题，我来去发育了。啊、那把刀你可以准备给丁雅。好啊。嗯。真的，我靠嘞，我靠嘞！老师，你可以来帮我吗？我准备来检修地板。那这个四把刀，我干脆放地板好了。不然先给你啦，啊对，先给你拿。那我先拿着，我先把家弄一弄。那是要什么？要先就六，然后开是不是？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个人要怎么拿空投？你先把那个僵尸引开之后，然后绕回去拿，时间差你懂吧 ？OK， 太明他 OK， 明白。看我吧，各位 ，Hello everyone。我操，这里是好烦哦，下去。我直接四趴把他捅死。哎、欸，对我装了。把他捅死啊！哎、欸，阿 Z 吃肉了。看你需要吃好肉，来来来，地板高档的，可以可以。这阿曲哦，哎、欸，蛋给吃蛋吃蛋。四趴刀法够不够、啊？要不要吃鸟肉？够啦够啦，满了满了，满了、哦。你去发育吧，啊、这个我先把加跑速的、啊，这个加跑速的香菇料理啊。我先把家里全面弄成石头啊。这僵尸咬我一下是真的好痛啊！哎、欸，所以丁义是矿山还没回来，是不是？你能拿到电了吗？我拿到了，我现在也有卡了，我只是在挖。你先回来弄电吧，看今天能不能把那个这几台。你们要给我材料啊！我看一下家里。我要选狗哥。那。你知道什么？我看一下。铜跟树脂，你看这两个就好。树脂啊、哦，铜有总共四个，然后陷阱机有四个，陷阱机还一大堆。我是不需要陷阱机的。为什么这一区的差不多可以拆了？熊可以这么多啊？清完了。大凯，你身上有树脂吗？我先给你拿。五、嗯，我就五个。没事，我先给你拿。累过一下再死掉。我在你脸上来喽！对啊，我这边一套鸡排要回来，要的。然后这边，这边，这边。天哪，
哎，还是不是同一只？两个双头的好烦呐、啊！我们有几台断头台啊？几台断头台啊、哦？等等的话，拉长。桥的僵尸吗？拉长应该会到六台吧？追这么远？你说拉长了几台？六台吧。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楼下不要用那个，楼下用地刺会比较好。拿刀给我。刀现在在阿 J 那边。OK。我先把家里灌水泥啊。但是比较缺木头还是缺矿、啊、嗯。问就是都缺。缺。矿好了，你去挖矿好了，好像蛮多人在挖木头、哦。嗯，一定是什么都缺啊，哭啊！那现在是石头比较缺还是铁矿比较缺？那给我个脸，吓得还喘。我发现我大概是石头吧。Save me！ 石头，现在变石头比较缺啊。你石头会缺吗？你不是地板都升级了吗？你啊？没有啊，前面的还是坏的、啊。哦，好吧，那我要怎么打？不是，改电了。有黄色的稿子哎，改错。嗯，熊熊，熊熊到位。来试试看坚持地板。熊熊冷静，阿熊。其实最好是把它再延伸一点，感觉在这里清不是很好，到时候一整波跑上来。哎，走了。好啊。还要很多树脂是不是？哎，七月天使，你那只那个什么变异兔在哪里啊？那把它射死好了。很远吗？啊，我身上有两只兔子脚啊！哦，啊，你已经把它杀了。嗯。哎、欸，你是有？我决定先把楼梯拆了，暂不开放游客。最后一批游客了，我就挖石头。鸡排旁边好多熊熊，你可不可以猎熊行动？没问题啊，去杀熊啊。旁边的熊吗？嗯，对呀。哎呦，怎么这些游客还这么多呀？我不好的预感，那只双头是不是冲着我来？哎呦，又还有一堆阿瘸要清啊！好了，来杀熊了。你又比较傲的。我也带一些树脂跟回来了，小小的。要向右延伸，向右延伸是挑战。等一下，你先不要盖哦。放心啦、啊，我准备开始延伸啦、啊。你觉得延伸好就好了，你先别盖。看好了。等一下，你的那个功力太强，先藏一下吧。你不用担心哦。就你先把拔蜡拿去冰箱冰啦、啊。你先等一下。你那个拔蜡，等一下又开始拔蜡啦。我想一下。刚开的。我决定往这里盖。哪里有熊？
好呀，怎么还在这里啊？你是有什么问题啊？木板，木板。嗯。动物陷阱。好吧。动物陷阱没什么用啊。为什么这一块有点凸起来？哦。幻觉吧。我真的很优秀。每次看到我的包包，我都觉得我好棒。舔包包很，你这样子讲，我就怀疑你到底又舔了多少啊？你又拿了不少是吧？哦，还有很多肉在你身上啊！你真的是齁，哎，我都自己打的，你们要说话。我可以开脚踏车经营，我可以，我很棒。不行，你去挖矿。哎呦，看到阿雄了。门口的阿雄嘛？为什么呀？不准吃。哎，那这个东西给你好了，我用不到。啊，右边是这样，两格的。劳力大师没有挖矿，我已经点满。研究劳力大师哦，你断头台现在是两个，那两台你就先升吧。好，妈靠，那我要做一点修复工具可以吗？挖矿不用吧，新家哦，你是耗尽是不是？锄头，我们现在住在教堂啊。等下他词条是什么？应该没有必要用。好啦。嗯。好，这边不坏是不会掉的。挖矿。那。然后先关闭游乐园，以防有游客跑上来。七天啊，没有，差一点。哭啊！游客开始上来了。那个双头刚刚像是好像看到了一块肉一样。哎，不开放不开放，你们不要再上来了。猫呀，那个熊是有病是不是啊？有，他有病，对。我也觉得。还好，等这边会封起来啊。这边其实等等应该是放，这里开始放推的木板。哦，我听见有点熊听起。哪里的熊啊？门口吗？嗯，在后山啊，在山上。哦，这边熊都很多。射它了。有很多只哎、欸，那边大概有三只吧。刚、嗯、好在这边有个矿区啊。嗯，前面是哪里？燃料，谁要燃料？没有，我要去偷了。还要燃料啊？没燃料，没塑胶啊！先去拉一下。算了。太阳是还活着吗？你不是说你不是答应我今天的九点到十一点要很有精神吗？方喂，我家在挖矿啊。太阳师，喂，很有精神啊，很有精神在。你要跟我讲话呀、啊！你不能默默的玩啊！是啊，我很生气、啊。我今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你两小时？那你这个陪玩就得。
干到陪玩该做的事情啊？什么意思？话不像你讲的呀、啊，我这很努力，那为了大家在付出啊。那你把钱吐回来嘛！你怎么讲？你有钱收了是不可能吐的啦，钱收了是不可能吐的。对呀、啊，我付钱找陪玩的，这个陪玩不会讲话是怎样？我是挖骨，我是挖骨头啊！你想什么呀？我想挖骨头啊！我努力在挖骨头，看他下山啊，九点啊，哦，挖骨头啊，怎么了？哇，不行啊！不是啊，认真挖骨头啊！我要给你差评。冷静啊！感觉让他走外面更好。还会有最后一台推推机啊！燃料要去哪里偷啊？停车场。你要多少燃料？不会吧，又是同一只哦。阿雄还在追你啊！我阿雄啊，我有八个哎、欸。阿雄怎么办啊？怎么他攻速这么快啊 ？OK。这熊，哎、欸，没事。哎呀，哎。你把那个我杀了，这个我就回来了。OK， 最后的防线两台推推机，哎，要是还有个打开的地板，那就完美了。Oh God！ 什么东西呀、啊？这个小兔兔啊！小兔兔又怎么啦？小兔兔又有僵尸兔子了。又有僵尸兔了。嗯。嗯哼，嗯哼，嗯哼，我想还行。不要啦，僵尸兔不要啦。这边都升级。那个鸡排，我这边有僵尸兔，你要来吗？哦。这样我们就有三把兔子兔刀了哟。哎呀，他卡在那边，我是不是有机会杀死？我没有弓箭。嗯。天使在那边啊、嗯！对啊，在我这边。你有机会来给他。可是我不晓得。那是可以让他绕一圈，那就更好了。要绕一圈。你说你要上来啊？嗯，怎么上去啊？嗯，从大门围墙最边边可以跳上来。围墙的最边边，我爬到围墙上。你爬到围墙上，然后再从旁边上来。好。熊到底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也挖了不少了，我先回来吧。鸡排，你有找到我吗？没有，稍等哦。这边吗？捡一下我的弓箭啊。你们先拿东西顶着一下。那一般的木头就可以了。你这样子盖会不会有点浪费资源啊？这盖法有点独特啊。会啦。小小引火学来的、哦，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阿雄不会被陷阱打？因为阿雄就是无视陷阱的、啊。会吓我一跳。阿雄一直烦呐、啊。来，处理这个阿雄。吃熊了。好烦呐！吃熊了，打死阿雄。熊去死，阿熊死了，哎，阿杰挖肉啊，我要弓箭。不行，我好像不能一直待在这边呢。这个熊，我在这边浪费时间是可以的吗？这个熊不知道是不是有陷阱可以杀它、欸？熊是杀不了的。放材料。台子怎么在这里？哎、欸，我刚刚不是把路？你还在杀吗？入口给拆了吗？我没有，我没有弓箭啊！我好，我在溜他了。你、对。为什么还有游客、啊？我现在有僵尸啊！我把他引过来。
有人可以踩脚踏车了。消防队员，我可以，我可以，啊，交给你了，大海，我可以踩脚踏车。大海，你又可以踩脚踏车了。我最喜欢在踩脚踏车，怎么狼啊？不要乱，不要乱。啊！我踩，有狼啊！哇，我去。不要啦，这辛苦的工作交给我。我去踩了。没完没归没完，还是要踩脚踏车啊！为团队牺牲了、啊。这个脚踏车。团队第一。旁边这一条可以不要了啦。哦，死了死了，他死了。这我旁边还想再补一堆。死了，打死了。有肉，三块不要肉，又一只兔子脚。没错，我们现在是兔子脚大亨，一人一只，到时候尾刀就是出四台哦。踩啊！就这个，就这台。OK， 好。大陪玩怎么可以骑脚踏车？鸡排救命啊！有熊，有 Big Bear。好妖嘞！啊，又有阿熊哦！等一下，等一下。好，狗熊宰个兔肉。狗熊加油！哇，狗狗被他咬两下就狗狗呆了。突然有 bug 哎、欸！有看到吗？有 bug 哎、欸！没有，没有 bug。海老师，有 bug 您工作辛苦了，让我孝敬孝敬您，我帮您带彩，您可以去做其他活。你现在在猎熊哦？没有，我被熊追啊！你得救我呀！我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败成这样啊？空中乐园，你懂吗？陪玩，喂，怎么了？发什么事？没有啊，怎么了？发什么事了？没有啊。冷点啊！你那边不好扩，哦，你扩这样完美啊！我把枪兵上。没事，可以清就好了。我先看一下状况。绝对是稳的啊！开放游客进场。这下面要木头的。现在电池只有三格哦。哎，你需要第二台啦，一台不够哦。啊，等等盖，需要第二台吧？为什么？OK 的啦。啊、等等，马上。处理啊！需要什么材料？我帮你准备啊。等一下啊、哦，顺便点酒。你还没升电，不是升好了吗？我也要踩，我也要踩。你还没升好的话，我可以把楼梯拆掉。有太多人。嗯。现在大家。所以现在三台脚踏车啊。要修。重要，那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们现在有四台电的断头台了。嗯。是的，现在呢。他打枪。要这个双枪子，他在门口就要打死了，怎么拿？这个，又有熊啊！我的老天呐、啊！来，消防员，来，快点，快站起来，又快！哎呦，我靠！消防员，你别打，你别射我、啊！哎呀，射歪了，射歪了！大凯，你比较会跑啊，你很会跳啊，你又靠什么？僵尸啊！你就不要站起来，又嘛，站起来又死了，熊，又不要站起来，熊死了。所以哦，消防员优质啊！哎、欸，你们引一批尸潮回来看看、啊。姐姐，我刚刚去拿那个空投，有东西可以给你。还是短你那个肉给你踩，我把僵尸引走、啊这个。我已经全部。啊，你也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因为尸潮完了。好，回去。哦，好吧，等。太神了！先看呀。仓库啊，根本用不到啊。这一波。这一波你干嘛嫌弃我的努力啊？奇怪。你之后可以把它拿去合成啊。铜矿不够啊！你们都不给铜矿。铜矿不够，不是啊！你不要看你看一下他在盖那什么房啊？啦他把全部的铜矿都拿去盖陷阱机啦！刚刚不是说不要再骗了？是铜吗？陷阱机跟海啦！陷阱机是原本就有的。明明昨天盖的那样就很好，然后你就加盖几人就好，你又盖了那么多材料，怎么可能够啊？你一天是要多少铜矿啊？我已经花了十几个回来了，然后你却全部把它弄掉，明明不
这个是原本的，那个是原本的资源，耗的太凶了吧？那怎么做的？那个是我昨天挖的，我今天挖的十几个龙，我用的是原本的陷阱器。这些不是要让它生铁的，然后你又在那边一直要花铜矿。这里先拿一个铜矿给我的队友一个脚踏车给他。我的是用原始陷阱机。完了，我刚刚说我是木头主人。太不公平了！你现在赶紧去挖一个，看专属的，专属脚踏车。原本就有八个陷阱机，搞一下，然后小朋友我根本就没多做。一二三四，我是用最六七八九十十一，你盖了十一个，你还说没动？原本有八个，来，等你看 BOD 一百分订阅，敢不敢？一百分订阅，我没有多做。好，然后你在整什么 ？OK， 成立。有一个断头台快被爆掉了。是，这还可以调整，是不是？冷静一点，调整下 bug， 冷静一点的。先要抢脚踏车，是。看看状况。啊，等等，请示任务啊！不能说你旁边那个也想骑脚踏车。现在就是把思潮带回来了，挖矿场啊。竞争的很激烈的，在下面啦，挖矿点吗？有打开，这个是原本就是从那个带过来的、啊，这个蛮正常啊。原本我们在中校那边，我原本把中校那边六台拔过来啊，他在这里盖了五台啊。来喽！我们昨天不是说好，就是盖一台推推机，然后中间断头台前后，然后就这样盖了。对啊，你那个很难再延伸啊，不用延伸啊，你看你这样你后面的根本就打不到啊，你盖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啊，等等，多的就会过来啊。完蛋了，靠，为什么是我啊？这边就没有，你推推机盖那么多干嘛？你应该多盖断头，我靠。是的，你那么推推机好像没有意义耶，他们上不来啊。像他们你连后面的断头台根本就砸不到啊。你断头台应该要盖前面啦，你那后面断头台感觉像虚设的、欸。对，我们昨天明明就说推推机之后，然后先盖断头台，然后再后再盖推推机。我这里再把断头台再给它补上。你后面这些根本就用不到啊，你还不如盖下那个下面。你把前面的那个推推机要不要拆个几台？前面的我应该可以拆掉一台，我要去楼下。感觉可以在楼下加一个。你怎么可以死掉啊？完蛋啦、欸！结果没有人带铜矿给我。对啊，我在挖，我在挖，我在挖，啊，在挖，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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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挖，挖，我在挖。这个恶性竞争，结果没有人给我。那个爆炸怪，我跟他们在单挑。不是，真的很努力在挖了，我家里这样子是100%的安全。就只是他们上不来。啊，不然我让我下去赢一下僵尸好了。我看一下，我们什么东西拆掉会有铜线吗？感觉可以去挖矿了、欸。家里根本不可能出事。那、我去挖矿了，确定哈？对，那我去挖矿了哦。哦，你把这个拆去帮你。你把拆下去，把拆下去，我有铜块，把拆下去。你是难吗？啊，这边要谁的那个铜矿啊？我大海好像好一点呢、欸，哎，我的矿品怎么样？我的矿品怎么样啊？他那个是劣等矿啊，他那个是劣等矿啊。我的矿很烂的，我的矿很烂的。刚刚大凯还故意把自己弄死，他没有关系。我相信大凯，下去打棒踢上来哦。他怎么去了？我拿来了，我自己。可恶啊！看来我有公版射下来，好像没中。对，真的一个。他打地板，没有啊，这一直被剁。要有。他走到这边其实也没什么血啦。完了！他们怎么发呆呀、啊？完了！要被抢走了。防守。其实说不定，我看一下啊。楼梯应该是要准备旋转比较好啊，确实。这个楼梯，不是、啊、他们是卡在下面是怎么回事啊？我要给他们做一个迎宾大道啊！入口要再大，入
路口得给他搞到最大。一起开开。哎，但是现在其实电是蛮大，你那边呢？我回来了没？怎么样？哎，不中。电满了。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让JJ学长知道电满了，太啊，糟糕。把电那就是因为它盖的太烂了、啊，不然那断头台要一直剁的啊，根本不是啊，不会满电的啊，僵尸不上来啊，你现在卡在下面啊，就因为你一直推，所以他们上不来啊，啊那个推很痛啊，那我盖断头台干嘛？哭啊！我伸推推机就饱了，你把你的把它放进冰箱好不好啊？你不要你后面那些根本就完全没有用，然后那个铜框没有用完了。你看这个一直杀，不是我根本就没用到铜框。你我只有一台断头台有在运作，你只有两台断头台有在打而已啊！我刚有在看啊，哪有？你自己看这边都已经开始死怪了，哎，这边这个上上不了嘞。这一个，等等，路口加大，游客变多就会全上来。要多了三只没了。哎哥，哎，这是原生的，是不是？为什么还不走？哇，动不了电，动不了那个人，要再找了。啊，要四个，没办法。可以让一半的游客也从这里上来。哇了，你怎么动啊？全满吗？还是差一个？已经全满哎，嗯，应该是全满。那我现在离开脚踏车，你还是踩不到哎、欸。没有关系，你们两个，妈不要被我遇到。你挖矿。嘿，有一条楼梯。好了，不然这样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就把脚踏车借哦。还要还的哈。没有，楼梯爆光了，阿 Z。对啊，他们上不来了。最下面的木头楼梯啊，我是准备让它旋转的、啊。阿瘸不下去，人家阿瘸哦，真的是哦，就为得去挖矿。嗯。啊，这个楼梯卡住啦，最后我们得把它旋转啊。现在不知道谁是那个坐标啊。主要得360度旋转。上来了，哎呦！是不是大凯？啊！又我了啊！又我啊！对，又我。现在来不及旋转了、啊，我们要清完这波死潮才旋转呢、啊。好幸福哦！咪咪骑斜立脚踏车，没错，快乐。我们是不是？他有吧？你会卡吗？不会，因为他们都从另外一个方向嘛，所以啊，我真的要让他还要转角卡住，转角多一个啊。对啊，忘记你还是没给把四趴刀给我、啊，我现在还是要被这熊点。四趴刀在家里啊。来喽，爬。我跟你拿吧。海老师，我吃饱了。那我得下去拿，我刚被推下去了。你要踩吗？当然啦、啊，你把它丢在下面。我去哪？你包在哪里？我被最后的推推机推下去了。你要有相对的诚意啊！你要跟我说，帮你下去捡。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踩。不是啊，现在也不用踩啦，先满电啦，老铁。你干嘛？你干嘛只说我？你为什么不说要用？几百中刀啦！没有关系，你就继续这样子，我一点都不生气，没关系。丁一，你小心啊！刀，你刚刚给……等一下，刀在楼下，我先紧急加盖一个楼梯，疏通一下他们啊。为什么总是要拿的东西去送呢？我是被家里推下去的，到底是哪一个啊？我决定直接从下面来。OK 啊，从下面来 OK 啊。要加盖楼梯，那里危险啊！没有啦，你的楼梯又爆炸啦！这个乐园的动线是不是没有很好？丑。这
个乐园。不缺木头哈，可是我刚看昨天的尸潮清的很慢呐、啊。没有说完了，缺缺乐园的楼梯楼客上不来、啊。是铜线吗？还是矿石都都？先会铜线，让一个人把游客带走，我就可以。可以啊，可以铜线啊，能带走。游客都走了，游客都走了。好像你要偷车哦、喔，偷车不好吗？挖矿比较好吗？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只偷车要打僵尸，要六僵尸。偷车不用打僵尸啊，六僵尸。你是瞧不起我，不会六僵尸是不是 ？OK。先让他们上来啊。笑，你在笑，我继续挖给你看。嗯，剑仙杆也会有铜线吗？缺一格啦，我看应该有吧。哎、欸，楼上的放一个木板，放一个木板，两个木板。木板哦，哦，我上去了，等我一下，应该是刚刚好啊。要木板是不是？没错没错，把它合成木板。来，要旋转，也只能用这个旋转啦、啊。你要好好的思考呢，你不要又画了一堆东西，结果没弄好呢。不用担心啦、啊，他们开始爬上来了，旋转成功啦。木板是不是？好，做木板。要几个木板？哎，做个六个吧，六个吧。好，六个，六个。嘿。好。对。他们现在就。做桥说不定更好，会爬会爬。OK 吧，有看到吧木板？有了。他们在追谁啊？在追大凯啊！大凯，把他们带上去吧，你跑一下乐园。入口再多几个方向吧，感觉到时候应该是四面都有入口，对啊。来喽，我跟游客一起上来喽！快，快试试的敲，敲，啊，这个。这会被推下去。哎、欸，阿 Z 辛苦了，吃点肉。来哦，吃肉好啊。有谁喂他吃肉？他吃肉一点用都没有，还不是盖那把辣。肉好好吃啊。嗯，肉肉，来来来，你跑去哪里？那边我支持丁一。你们完全不懂这个建筑学。吓我一跳。你不要跑啊，喂肉啊！我这是真正的建筑大师。你们想盖到最大、最美丽的乐园，就是要像这样盖。嗯，超大，然后之后三台、四台推推机把所有僵尸推下去、啊，后面都白盖。对，真的，那是入口，哇塞，在盖大。那是你入口多大、啊？那你可以加盖啊！我现在要加盖入口啊！哎呀！那你现在昨天要盖，明明就上得来，你又盖了一个跟我们昨天说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没有没有，你昨天那样也是很慢哦。我们要加盖的是入口啊。昨天是你盖的两台推推机把那入口给卡住哦。你就今天要盖那推推机子把浆推下去啊，你后面的断头台都没有用，所以断头台盖前面啦、啊。梯子为什么你的断头台不盖前面啊？断头台就在这，你也不用担心。我失败了。哇，先断再推不是很对啊，先断再推到底是什么毛病的、啊？你那个、你的建筑学到底是你是跟谁学的、啊？哎，你看好，你看好，等等会不会有僵尸死掉？不知道为什么？问就是小港建筑学啊？是这个吗？那怎么那么远？哎，现在缺什么材料？我去挖材料好了。现在哦，现在应该是缺生电的吧？应该是铜矿吧？红矿啊！我在挖啦、啊，没事，转就一小群。没事啊。在挖了，在挖了。家里。等一下，我就给你啊。
家里现在是你的，是我要把家，我要把路口。是你也也拿太多了吧？靠，被子挪挖到了，老没气哦。刚刚这已经七八才行了。我也可以出去挖矿哎、欸，我这个很多只，很多只。不理他，不理他。这个数量是不是也难挖？嗯，你是不是有人是坐标啊？为什么家里的？你什么意思？家里僵尸不见了。鸡排被一大群追。啊，真的假的？嗯，你有一大群往你那边去喽。嗯，看起来我是坐标哎、欸，我还是先躺下来好了。你直接死掉就可以了。对啊，先躺下来啊。来来来，话说，凯老师现在才十点。嗯。嗯。有啊，还没去睡啊。凯老师还活着、啊。我还在啊。对啊，还没躺哦、啊。嗯。可以啦，哎呀。是紧急加盖入口啦。我也在努力为团队服务啊。十一点后，我就是加入另外一边，开始拆你们的木板了、啊。你说你会拿起羊角锤啊？没问题啊。开始从下面开始往上跑啊！要听大凯这个声音的距离，应该还在电脑前面呐、啊，还活着、啊，还没走、哦。不行啊，在把他们清完之前，加盖很容易爆啊。应该弄好啊，升电啊，然后我就可以去捅那个地下墓穴了。我也想看二王，你可以直接开桶地下墓穴啦，家里就是等他们坐上来而已啊。好，出来干嘛？干嘛？好啊，那我直接开桶了。这没有满啊！出 bug 了、啊。我这边没有满呗，你看是满的，我看没有满的。没有满的。好啦、啊、好啦好啦，对，还有一台啊，一起踩啊。兄弟们，请上来。啊，这边就只能等它爆掉啊，因为他们就是走得很慢。嘿，为什么？嘿，为什么你？烧起来了！哎、欸欸，那边怎么烧起来了？怎么会爆炸啦？为什么有拔蜡？我把它敲一敲。烧起来了！这几块地板，那也是不用生石头的。墙壁可以考虑这么笨呢、啊？可不可以请你们赶快动作？这样手撕好玩吗？啊！我感觉你又挖不到几个。我身上有润滑剂呀、啊！谁把润滑剂丢到我身上啊？那不是上次？你乱讲！你就是我挖不到几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啊。你就溜不了僵尸，你就认了吧。铜矿，铜矿安全。我拉很久了。哎，现在是不是会累个啊？现在我先全面的提高僵尸走上来的效率。我也有一点小累个。请走。对对对，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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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滑剂很重要，中选。不上去的就不要怪我，等拿警棍叫你们上去了。走不到中期啊，其实根本还没看过要用落滑剂。哦，真的。嗯，我们就是这么可怜哦。哇，润滑剂不是用在那个汽车上面吗？有哎、欸，游客大福登啊！只要再把这个楼梯升到三个的，大牌不务正业在那边故意踢我。没有啦，我很计较的啦。你就知道他会跟我告状，然后你还要去弄他，你也是。我很想要吸引米勒的注意耶！我骑脚踏车啦，我来骑卡打车呢，有点东西啊！我来骑卡打车啊！
样啦。好啦，我在请他打奇安哦。点钱清完的话，我就可以把另外那边也盖起来了。咦，我开了快十台车，你再说啊，你再说、啊，你觉得我怎样啊？资源有多少？资源有少？其实我不知道车。你快说他是2486。啊哈哈没有，你想说你就直接说、啊。没有，不是我，我在怂恿你哦。七级玩怎么样？怎么你的？怎么你的嘛？怎么你的？没有，我得罪你了吗？我想要听第一说你是2486。哎、欸，大凯，你看一下家里哦，应该只剩你是。他等下就会，你多屌！哎、欸，你多屌！你在外面干嘛？你多屌！你资源多少？嗯，这边吉娃娃，不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出去走一走了。那、啊、这边怎么有这个啦？嗯哎，这个地方我应该上不去。哎、嗯，好，双枪的包给你好了，我倒了。哎呀，不要不要！家里有双枪的。我这样不知道哪里有双枪包没有的。门口啊，门口那边都双枪。他从门口好像可以射到那个骑脚踏车那里，可能到时候可以盖个防空的。真假啦？他可以射那么高啊？他这个是狙击枪还是手枪？他有点太夸张了。我刚刚站在家里也被他射到了。还有，而且这个推东西枪会把我箱子推下去哦，真假？你的箱子不会推下去啊，是你的身体会掉下去啊。哎呀，我包怎么现在不见了？哎、欸，大概楼梯如果坏掉的时候叫我一下，或者你就把它补一下。最下面那个木头的，他们有时候炸一炸会坏掉、啊。就爬上来的。现在还是缺铜矿是不是啊？感觉附近也没什么铜矿可以挖嘞，都采的差不多了。应该都被我挖完了。最下面的烧起来，你就修一下。我遇到僵尸兔。咦，你要多少个？挖光了。你抽多少个铜矿了？多少铜矿？铜矿来个数字吧，加起来大概30个就 OK 了。啊，铜线是等于多少个铜矿？就一个、啊，一比一，材料不够哎、欸。你说多少？要30个。嗯，30个应该可以把家里弄的。好。怎么会家里怎么会数字不够了？1:1啊，30个。数字用完了。你们加起来够就好。加起来。不会没去吃了，我带一点数字过来啊。这区域没救了，30个，我身上有18个、啊，我看一下，我应该是、啊、不需要这个问题啊，不需要，嗯，大家一起保卫这个啊，不要这样吧，家里那个感觉你把它修一下吧，那个后面那个都把它弄掉吧。哪边烧起来？那个，大梯子。嗯，怎么会这样？大梯子，再给它补上一个。我看一下，能够从木头拆吗？我不知道怎么拆。绿灯真的比较多铜线吗？哎，到时候感觉这边盖几个东西把它封住吧。上面是不会烧起来的、啊，上面都是石头啊。那石头还缺不缺？石头应该是还好。都还好，那就是铁矿跟铜矿了。欸、一直在烧，我没办法修哎、欸。最上面的木墙烧起来了。我修不了，他们一直在烧。我来修一下那个木墙。
我还有得在挖铜矿了吗？卡在那个上面，我有在找啊，但是铜我有很少哎。有把你分解家里的那个就可以了。有，我分了，我家里需要人啊，我回去一趟好了。我十个，对啊，家里你有十个，那够了，那够了，你们那个回家。可是我的都是铜线呢。铜线可以啊，铜线可以啊，对啊，一样的，那这样可以啊。谁凶你？谁？什么东西？谁敢凶你啊？不是啊，刚谁凶你啊？我吗？感觉只有吧？感觉只有你啊？只有阿金可以。你要不是被舔哦，你现在稍微大声一点都不行哦。好贵啊，弟弟！你要铜尾盒啊，密度！哎呀，你铜线跟铜矿是一比一，你要温柔，你懂吗？哎，我靠！什么意思啦？好少女的心思这么脆弱，太夸张了！太薄弱的，薄弱！你是没看那个影视是吧？薄弱，就这么有名？要死！现在要这样讲话，酸酸臭臭，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度过的今晚，你们一个都给我记住。好爽！没有，我是挺你的。对，没有，直接挺我。屁的，他盖那个两个斜坑，就是想害你回忆之意，他还挺你哦。你等等自己走看看，你看僵尸上来了，我已经把前面完整的。我不在乎我一之一，我也不在乎我，反正这个伺服器我是租了啦，我也是花了电钱的，反正我毫不在乎我。嗯，我知道，因为你在乎的只有那个吧。你在那边发什么神经啊？在乎什么？你就说啊，你说啊，你直说啊。现在楼梯烧起来，冷静。我们快跑了，冷静。就那几块会烧起来啊，那几块还没变石头的。你就直说呀，说话呀。说啊，我觉得有点小熟。我瞬间失忆了。救命啊！哎，楼上的分解个三十个数值吧。所以我要回去的吗？对啊，回去吧。21条铜线。来，请上去，请上去。那应该够了，那应该够了。游客，请往上走。哇，我身上有20个，我身上有21个，应该够了。我挖了一整天啊，我跟那个某个水那个加水的不太一样啊。我数值放了。我也是很优秀啊。嗯，你有最棒的啦。还偷臭你。对嘛。不是他刚才偷臭你。没有，我上次也跟人说出去挖石头，挖了10个小时，只带回4个石头。那什么情况？他还偷臭你。一路。终于把。我的拳头，我的拳头停不下来，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双枪的可以从那边开枪啊？真的是狙击手哎！打开脚踏车，脚踏车来了，你要骑脚踏车了。哎呀，你们那边是真的会被他砰砰的哦，他真的砰得到哦，自己小心。你说地板的，哎呦，我看到了，一下子真优秀啊！我被变了，怎么了啦？西西玩不是开开心心的吗？臭也给你臭了。没有啊，我们不是开开心心的 NOTD 吗？有啊，我蛮开心的啊，蛮开心的。啊，对，那个做弓箭的在哪里啊？做弓箭只要你的区就可以直接做。啊，你说弓啊？武器台没盖吧？你直接盖吧。装备工作。JJ 身上有一个金色的弓，你可以叫JJ给你。我已经丢进仓库了，你可以直接去捡了。好，那么呢？他不丢进仓库，我根本不需要那种武器啊，我有警棍啊。是啊，可是我今天看你的访问说你很喜欢那种弓的武器耶，难道是误会？
如果有弓箭是最好，但是弓箭打这实在太慢了。环保绿能健身房。啊，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四趴刀，你也说放在家里啊？嗯，放在下面四趴啊，对吧？在家里啊，在家里啊。去丢，给我个机会。OK， 谢谢你。乱丢在四趴里。你在倒水？我在倒热水啦。我要大海。这个双头的是要上来，大海。处理一下这个双头的，他上来了，上来了。哦哦，等到。哎，啊，关起来了吗？我看能不能先把这边给封住。潘老师。哦，我还没十一点呢，还没十一点。啊！骑脚车啊！快乐骑脚车！哇哦！是啊，你怎么还骑脚车啊？什么状况啊？不行，大海，你还下来跟我打这个？剩下一半不到。快点！啊，你二十几个 ？OK， 好，我就升一升，然后去推土。OK。还是你要推？你不是有扩刀吗？应该还在吧？还在啊。那等下太多了，太远。我下面要给他们来一个迎宾步道，为什么连鸟都死在这里了？你先等等，我等一下也会送好多好多东西。等他们被推多。给先生。蛮累，大凯。你要确定现在每一台机器都会用到。我现在有十七个铜线了。哇、哦，好强啊！对嘛，对嘛，你有八成，怎样？八成能用就好。现在每一台都在动啊，他们还走不到最后防线这里。偶尔会有几只啊，最胖的那几只。那我要升级了，我大可以放。哎，下面终于清完了，我终于。可以把这条路封起来。重新上膛。现在铜够不够了？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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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啊。那不用再挖了。现在缺什么？木头啊。我就铜片缺什么？眼睁睁看着东西啪啪飞过来啊！真是太优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铜拔蜡高手。啊，完了完了、欸！前面补个短短好了。转转超级伤害！哎、欸，你刚刚是在说我在加水吗？谁说你在加水？在加水。哎呀，没有啊。你还要检查他有没有加水哦？这么扯、啊？我没有说他加水啊。有人加水、啊？没有啊，没有吧？嗯、哦，没有开庭了。呀、啊，回家喽！他可能有点误会了。像前面那里都可以再补断头台，那里可以再补两。你把前面打我，前面再加盖两台差不多啊，这样就有一半下去，一半没下去了。你要这样盖，你第一个推机那边要全部改断头台啦。我这里加盖两台就可以了。那、啊、他第一段推完全没有意义啊，因为根本还没开始输出啊。你要后面推下去，他们上来再砸一次啊。而且你这次数都没补，然后假装自己在运行啊。对啊，没有，我要先补那个炸弹哦。你先把前面的推电机拔掉，然后换断头台，这样就可以了。你刚刚就是故意不补充前面的推机，然后佯装一个后面陷阱有用的感觉。你前面你如果要的话，你可以留一台，然后把其他的都改断头台，这样就还行。我是打算把这里直接补两台断头台啊，因为这样推推机也会有伤害，又不用拆那个，因为原本那个路是好的、啊。你可以拆掉其中一台推推机，然后再补一个断头台，让，因为
因为你前面那个推没有都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有呗。有，我先做。你们石头啊，哪个修改？没有，后面的。后面那边没有。真的要确定你要怎么盖？等一下就要升，就要升级哦。等一下要升级，我觉得前面都升级了，那升不是我原本要改装了，然后被阿丁升级了。修到了，你不要到时候又变这样。Nice， 修掉。有，丁毅，你这个很像。我缺两个。缺三个铜线，你前面推那个铜线要砍掉，是不是？有啊，受不了，我要把它砍掉了。为什么这个铜没有分享？谁把资源共享关起来？不是啊，你不要那个是啊，不是那是定义要升级啊，你不要搞啊！放心啦，用一个而已啊。不要，不是那个，我是故意的。你还抓得到哦？一定够啦，一定够啦！我是在给他补上哦，19个。这个你跟我讲缺什么，我该怎么挖？我你可以跟你挖铜线，那个铜线呢？哇哦！我已经未雨绸缪了，优秀啊！我就知道，等一下阿杰又开始用黑洞了，我来补阿杰这个坑啊！不用担心啦，这里插上去，我还带了30个钢筋，他们就不会下去了。60个钢筋，那你这一台就要拆掉啊！真的假的？这一台就要拆掉啊！对呀、啊，哎、欸，60个是这台，你懂不懂？你这样这一台推飞机就没有用，中间这两台还行，你现在这一台就没有用，我要把它拆掉啊！32个金子，你把它拆掉会少一条路哎、欸，确实有这样。没有 反正 这里本来就没路，不是你这样盖一些电路，就这样子盖就没有用啊。欸、不是没有不管了，我把这个。你这样，那你这样得补一个地板啊。啊，我帮你补一个地板。不是，它本来就有地板啊。不是，你这样站在推机上面，我还要带60个铁板回来，会变无敌区啊。真的很优秀，不觉得吗？啊，那又是怎么觉得？这样好不好？对啊。是啊，你原本是推机的话，它不会烧起来啊。这样，这个得升级的那个。橡胶。啊，那我把它升一下。这是什么呀？橡胶。腐烂的健康蔬果汁。哎呀！哎，大凯。啊，怎么了？大凯，呜，达成，呜，好棒哦，呜。你可以喝这个给我看吗？血量可以下。我已经有那。大凯，你可以喝这个给我看。198100。是什么？腐烂的健康果汁，中毒食物的机会100%，毒抵抗100%，一小时卡路里43%。你他妈是要发我是不是啊？怎么了？我会有这种东西、啊？我都会死耶！我他妈就我不耐力最低的那个，我会不会？你发我是不是？啊！完蛋！啊！600级我躺下，600级过。好，抱歉。没事，可乐喝下去没事。哇！为什么又烧起来了、啊？因为那边还没升石头的、啊。哎、欸，不行！你有三台，是啊。嗯，我想把整个入口。那有人要钱吗？啊，你要钱吗？看一下。好多钱，还是你直接去拿？大概是要放巨马吧，或者这里再放两个楼梯吧。真的？真的？没有。可以去中校那里买子弹。好像有一种。不一样的楼梯，应该可以。哎、欸，你会升石头啊？石头不够吗？我看着这个烧起来，很懒得修。啊，楼下烧起来了，哎、啊，要帮忙是不是？不用。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楼梯啦？是不是要砍树啊，西吉丸？没有，又缺木头了。好，没有，这样还行。原本是要那个啊，原本是要大回转的、啊。但感觉我这样盖，说不定不用大回转了。啊！我靠，我摔死了。好了，我决定全面改成太阳能了。我们不要脚踏车了。啊？可以，太阳非常好。没事做了。我在骑脚踏车啊，怎么了？怎么没事做？不用脚踏车了，不用脚踏车，你知道吗？不用。哎、欸，谁？这边有六个。谁身上有那个研究资料啊？没有，都没有，来不了的，没有。这样会卡住我，你看要不要直接拿这个啊？拿僵尸身上的。
你帮我身，你可不可以帮我捡啊？我身上的东西，你应该身上没有太多东西。这边也要封住啊！这里还有两个洞，感觉用锯嘛。嗯，你刚刚怎么没有把那个楼梯放？我这边不用封住啊，他们这样应该不会进去了。爬爬，你走开！嗯，爬爬。这里我看也补个那个吧，三角的。不要啊！你那样一样会有一个洞啊！我刚就看过了。那你怎么不锯马啦？你锯马不要让他们进去啊！发现情况啊，不是。那你刚好有两个脚踏车啊。哈哈。哦，他们还是会进去耶。那你就两个小洞、啊。为什么不用？因为升级好麻烦啊。应该是有一个那个。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就最多的。OK 的。这原生的是有病是吗？那个枪哥到底有什么问题啊？那个原生的枪兵有没有人可以射一下、啊？看有没有人引走啊，不然我什么都做不了、啊。可是我已经在这边被他变很久了。四把刀，四把刀在砍那个吧，在我的，应该要砍血之魔王了吧？没有，我再多盖一台脚踏车。哎，呀，家里怎么快？没有在修家吗？我在修。家里感觉出问题啦。我先把楼梯。不是已经变成电力了吗？家里那个是不会坏的、啊，地板是石头的、啊。包起来了，我要升这断头台了，王姐，我要升这第二个断头台了，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对吧？没错，而且中间还会再补一个。中间还会再补，那你要怪怎么样？好好，你等等改。你那个就直接升了，你那个就直接升了。因为我要一次做两份材料。还是你四把刀先下来砍，在你身上吗？对吧，在我身上。你要我砍谁？裴老师，那个原生的这两只，组长、啊。不是啊，你不是说你今天要上分啊？你有上到分吗？我关心。枪哥啊！我劝你别问，我劝你别问。枪哥，两只。枪哥还有绿僵尸啊！这些原生的，见你小啊！我看他们上来啊！哎呀！他们是原生的、啊，他们会一直打人啊！对我没存复活点，哦，对我要跑回去了，跑回去。那我就拿你那把刀起来砍他。这样没办法，手上我要去外面挖材料了。你等我用四趴刀把他宰了。会缺四趴刀在我身上啊？哦，还在你的身上哦。那整个缺数值、啊，应该是石头跟那个。石头跟嗯、石头跟树吧，嗯，这个断头缺石头跟树是不是？石头跟一般的小石头吗？还是没有要挖那个矿的，那个石矿，石灰石。对，待会要升那个楼梯跟那个。那我砍树，我有双头的在这里啊。我挖矿好了，我挖矿好的。杀他几百，就让他在那个，对，剁他。老在绕。你挖树好了。是吧？我们拿着盾牌绕他。我拿盾牌 ，OK， 没问题。我那个幸运刀嘞？刀你可以戳他一下，说不定他会爆装啊。可是我这个才25%而已，这个超低标的，高标的在迷路那边。什么东西高标？那个幸运刀啊，兔子脚啊。兔子脚。推他去那个。你们。要我在你被炸死了、啊！我去检查，再去检查重新看看。我的包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包在哪里的话，就知道。他死了是不是，消失了。他死了。没有，他没死。他还没死了，僵尸啊！来，他掉下去了。我看一下楼下楼梯，我先把它补回来啊。
感觉今天很稳哎，可以点外卖，非常的稳定啊。不要力气，不要力气。放心，王董建筑，你完全不用担心。天哪！你尚未在我的地区提供服务，骗鬼！我们那天可是用这一套建筑达到了巨人，你有重新上膛啊！大回旋，那就要吃一下炸的吗？他不送，晚点再打。四趴刀，快捅死他！他还在变啊！不用急，不用紧张，我来了。哎，等我存个存点。等你弄好，我要全面把这里生石头的，这样楼梯就大功告成了。哎啊啊啊！刚死掉的是什么？绿僵尸。死了一只双头的吧，还有一只。哦，还有一只。啊，绿僵尸。绿僵尸应该不用理啊。绿僵尸不妨碍我盖。就是刚偷偷把我拍死了，那动作很快。快死了！我被射死了。你不要变变了。对，我被变变了，没关系，我再回去捡。总比刚刚被大凯踢到一楼还要好。哦，大凯这么狠哦？对，他刚刚把我从三顶楼踢到一楼，然后我的包掉在僵尸群里面捡不回来。不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这整个下面封起来？哎，有了，爆死了！可以，碎碎碎！哎靠！哎，你把这些延伸的终于可以盖这里的东西了。我捡我尸吧。哎，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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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四趴刀嘛。四速二，真的好强。那我要去推那个，哎，不对，我还没升级。可以去推那个了。要先升两台，你先盖你中间要多盖那一台，我准备要升。我就把楼下封起来了，以免有游客误入其中。好，这样绝对不会再有任何游客掉进去了。他们多几条过来的路，给他们卡在这里，就是用垃圾就好了。这怎么个金装啊？哎，这不能考虑。来，绿巨人上来。赶快盖啦！绿巨人上来！重新上场！你不要再引他，你赶快盖哦！你不要少白痴哦！啊！我去拆树枝吗？我缺树枝啊！等一下，我要砖块那些东西啊！我要去拆吗？我要把楼下的升级成那个啊！楼下得全部升级成石头的、啊。对，你先盖断头台，然后让我去捅那个副本，真的。盖断头台啊！我再加盖一个。你讲好像是我逼你的，不然你刚自己说你要盖。对，我想说那个不急啊。我很急啊！我就跟你说了，我就一直在跟你讲。我分几100个数字够吗？还是不够？100个树枝差不多够啦，楼下要的水泥大概这么多吧。好，弄好了。楼下要的水泥这样子的数量，你就点击到哪？
先把我们的水泥楼梯给弄好。推推机会推一半的下去啊。对，现在又缺什么资源了？哎，靠！木头、石头、木头，嗯，木头跟那个石头，还要树枝跟那个那个一大堆的那个石灰石啊。好，止住了。缺什么、啊？钉子。楼上的有没有钉子啊？钉子很多，我记得有看到，你做就有了。自己去分解那个铁矿石啊，钢不是很多啊，直接上来做、啊。我要开始推副本，再会。哇，不要啊！弟，你看一下家里啊，家里是100%安全的、啊。我不想看，我相信他，相信全然的信任。100%安全。Okay, 哎、欸，不对，我是得盖一张床在那边。要盖一张床在木，在那个入口啊。看一下。No。楼梯。我先满的。这个，这个不要。你要去开二王了。要去找二王了。没错。进去就会马上看到吗？还是要像那个一样？他要推新的小怪，而且很强。哦，你说刺刺啊？嗯，没错。楼下不知道要不要改石头的，但坏掉每次要下来修很麻烦，要把楼下改石头。散弹枪。满了，大卡店满了。上来，上来这两条楼梯。乱加。如果今天他们还是走很慢的话，我要把它扩建到四条楼梯。要去修楼梯吗？不用不用，那个楼梯都是好的。好。你可以把那个楼梯升级一下。有一个美好。野生的啊？怎么升级啊？哎、欸，干，明明就没好，有一些快爆了，学长。可能哪边的？石头平台啦，不是楼梯，是楼梯中间的平台，有两个差点爆掉。平台啊？嗯，先修了。嗯都是一百。就这个平台啊？那个？这里，上面这个石头的，那个好了，那个小怪会掉好东西吗？那个刺刺。有机会。哎呦，也快爆了。那我先看拿刺刺加去吃。家里应该够做砖。哇！我靠！啊，完了，方粉多了，用掉了。凤姐，你可以戳几个布给我？戳几个布哦，看一下，我这把布丢进去了，你要五个吗？那、no ，哦，算了，哎、我没办法在那里吸的，哎，那好像太远，我上去拿。德式冲锋枪，我来看砖块要的，这个石头说不定是可以直接合出来的、啊。凤姐，你有没有厉害的手套？我全身都是空的、啊。哎呀！哇！你是要有线圈的，是不是？地板85要修吗？我只有加减看出有没有机会。哦，好。没有就算了，没有就也行。小石头快没了，小石头是可以拆的吗？小石头。好像可以用石头分解吧。好，应该是用岩石分解。好，那我去拆。
大凯。哎，这么晚。哎，大那么晚，还有猫在叫。谁叫那个脚踏车？顾好，没有，就是想叫你顾好脚踏车。大家臭你。好。我没有，你不要乱讲，我是最挺大凯。脚踏车有死守，没问题啊。石头这一区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多了，石头也不够，是不是？找不到拆石头的地方哎、欸。材料工作台啊。我带石头，我带岩石回去，我好多好多。有个，你点进去可以有一个拆解。哎、欸，鲁明，你直接做那个砖块啊，然后把楼下那些楼梯全部做成石头了。要怎么做成砖块？啊！怎么那么多人进来啊？哎、欸，对，家里有个材料台啊。哦，好。拆解。你那个可以做石头那个类型的那个工作台，下面会有那个拆解的选项，你去看那边有拆解的。那你这边都盖断头台，那你这前面的推推机就要拆掉啊。我们昨天不是就是这样说的。你那个放着就好了，你现在拆掉也是亏资源而已啊。反正他都已经盖了。嗯哇，算了，那你就行吧。哪里有拆？啊，你那个直接当成路比较方便哦，不然你还是要盖那个地板的。猫咪也是啊，就是这样行。我呀，钉子。这个吗？不是。现在试潮是开始了，是不是？还没啊，还没。继续挖。我也要去打僵尸。哦靠！我忘记先点那个天赋了，好讨厌。我还没把它点。今天有巨人哦。今天没有。没有。一流天才啊。这你说水泥吗？水泥加砖块，水泥，砖块啊，砖块啊，应该是砖块比较缺。有那个材料工作台的第二页、啊。我身上有水泥啊，但我水泥。所以做砖头确定吗？你做砖头放进去啊，我可以把下面全敲起来。哇，开始了！投石机应该等到有巨人的时候再来处理啊。哎呦，你还记得关门呢、欸？你好优秀、哦，看得出来啊，外面是很危险的。没有，我很感动哎、欸，我很怕下一个进来的不会关门。哦、我让你失望了是不是？我走。没有，没有，我知道我这里，我知道了，我走了，扩刀留给你吧。不是啦，欸、不是，我刚是说你竟然会记得关门。你有用砖头了吗？啊，我有，我做了。好，把它塞进去，把它塞进去，回多一点。是呀，你要不要回？我这，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能不能用戳的啊？哎、欸，他有右键吗？可以啊。他没有右键。然后可能要换一把。一点树枝出来。不过好像也没有东西要用到树枝。我这有毛。哇，我加减了。哇，这只已经头都没了，为什么它还可以打气啊？什么状况、啊？我抽超久的、欸。这只也不是血之魔王吧？左边这只。你怎么会有火药啊？往哪里来的火药？为什么？啊，终于。嗯，我也是哎、欸，触发到石头摆一下，然后踩了不少石头。哦，因为我有好一点的手套。哦，好啊，那么好，在楼下大门进来左转。
有了有。在楼下。哎、欸，我靠！我是在你从左边看。我靠了！你帮我打死吧，快快！知道吗？知道。但门口有一些的，说这里门口有一些的。要不然你也死一次啊！好。哎呦，我出发。不要带东西过去比较好。没错，这边会有存点，看你要不要继续。哎，我拉上来啊！一，我拉上来了。OK， 我已经死掉了。我拉蛮多的，那也蛮多。效率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把那边楼下那个洞再补上。嗯、那个爆炸兵，嗯，那个刚那一坨，哦呦呦呦呦呦，来来，有一坨，哇、哦，怎么绿僵尸？感觉这样，就感觉只有人头啊。我离开了。游客的量十分稳定。哎、欸，有百年快递，所以最好是不要炸。哦看起来只有你人头、我其实不太确定。我僵尸，外面这大哥不给你进来。哎，我走的。你这有需要帮忙的吗？还是继续去采材料？感觉家里完全安全了、啊。你只要不要变成你出去采材料吧，或者你去帮他们打王吧。好啊。哎、欸，这里有香肠给你吃啊，吃香肠啊。哎、你是进不进得来、啊？你的教室不是，不是会，因为你在选教室哎，认真，是这样进去吗、啊？对，外面很多吗？我只能说死掉。大，哇，大凯好认真在运动啊！没错，骑脚踏车努力骑。我好像不能往里面。进去关门是不是？大概啊，电来关门啊。这个电随时会耗完的、哦，它那个电力有问题啊，我得给它稳住、哦。这个，嗯、你稳住这个电啊，我们不缺电啊。所以、哦，把它卡住啊，卡死。我、哦、爆伤哎、欸，你要不要帮我烤肉？有三块肉。你说你叫我走回去，然后烤肉啊、哦？哎、欸、哎、欸，没事，还是你可以直接做那个烹饪桌，这个五根树枝，我只要五根树枝。哎、欸，检修地板了，拜拜。我说呀，我啥都没带呀。我们来检修地板了。啊，好，没事。有缘，有缘在哪？93 8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你可以开门看看。197。嗯，其实还行啊。很稳定啊。现在比较缺木头还是缺？哎呦！我靠！这把门砸破了。现在啊，我们不是吗？嗯。差不多开始做装备的话，大概是缺。好。不知道哎，做装备要什么？还是做装备要什么？很麻烦啊！刷，如果真的要刷厉害的，很麻烦啊。就好像是要做一堆弓箭，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吧，铁吧。那你们又给我吧，我回去砍。好，还要铁哦。不知道，我就现在在这砍。我家洞现在也无聊、啊。我是坐标，我是坐标。好，先自杀好了。我是坐标，看起来是有慢慢在清的、啊。哎，我靠，清的算很快啊！我是看、哎哇哇，如果可以一次让所有的尸潮直接冲上来，那是最好的。那你中间不要盖一个另外一边的楼梯啊，给他们两边都冲啊！我中间要在今天清完之后再加吧。
我按七月天使那已经在推。我有本不在呀、啊，我这边先，这边先。你去死了啊！是啊，哇，你死你啊！你死死的，较快活啊！哎、啊，你洗牌你过了，你洗牌你过了。我那个双头都没解到啊，那时候你们在解。我厉害的死啊！我那时候刚运送东送东西给师傅。啊？什么？袂使，你即马就爱死，你若无你若无死，阮就要一追啊！好多牌。没啊，其实还行啊，你可以等一下再死、啊。为什么要骗我呀？家里非常安全啊！哎，这个是不太可能会一追的。啊，我死啊！死啊！哎好啊！不要变成死啊！哎好啦，死了好啦，你个丁一爷啊！你个丁一去清僵尸啊！不是啊，你们在打第二个王了、哦？他们在打王啊！我不太确定他们在打王。好啦，好吧，拜托几个嘞。可以啊！不是，你就采一些蘑菇给他吃啊！你身上应该很多啊！下去。这里要是……还有跟我主播学的，这里就先这样啦。哎，我靠！我日本出生的，就不会讲什么台语啊？怎样？没有，没怎样，没怎样。你不要那么火爆，你冷静啊。对，谁在怼我主播？主播台语是蛮好的。不怪啊，不怪啊。哎，那个床烧起来了，需要一个树。哎呀。这个地板是吧？我先来检查地板。为什么我会在这边死掉啊？好、啊，我每次回去都忘记存床。哇、啊，我先存一下床啊。应该不用羊角锤吧？我没有带啊。好，我就在吃哦。好 ，OK。90。啊，八。别！哇，蝎子魔王嘞，两只哎。哎，那个洞。为什么那里会被开一个洞？为什么刚好在思潮前那里会有个洞？哪里有个洞啊？是一开始我们盖那个不是把楼下填满了吗？思潮前。哇，你这么多东西、啊。那里刚好开了。哪里啊？还多丢了一个手套。是啊，你先去盖那个楼梯啊！算了，我去盖好了啦。哇，你好多、啊！我们怎么那么多吃的、啊？我只说他们是卡在洞里啊，他们可能不是、啊。这大海能量棒吗？我们还有能量棒？哪里啊？哪里有个洞啊？你看那个楼梯下面有个洞啊，打开的，那个大平台的下面啊。对啊，不知道谁是坐标啊？那就是另外一边没有路啊。那你给他们一个转向的吧。我是觉得现在很盖啊，现在下去会死啊。哎、欸，你这个兔子脚还我。啊。谁、嗯、呀？哎、欸，爬。你让他爬进去啊，爬两只啊，你要自己戳，这个我戳不了。哎、欸，好爆炸了，好爆炸！哎、欸，没有，哎、欸。哈哈哈哈哈！大海，你踩脚踏车的姿势这么新颖啊！哎呀，爆炸！你是不是也有得用啊？哪一个？我不知道这是。炸死啊、欸！你看大凯踩脚踏车的全新方法。哦。大凯在骑踩脚踏车吗？我怎么看不到他骑踩脚踏车？他刚刚在骑啊，刚刚在骑、啊。对啊，回来骑啊。电力没了，用完了。哎、欸，我靠了！电用完了。外面好多只哦。多只。是真实世界的我，电力已经用完了，没事，又补上了。还有这个项链哦，我又加2%伤害，我、哦、还回耐回复。这啥啊？白僵尸走进来了，哎、欸！大凯，还有3分钟，你可以讲个笑话吗？这不是陪玩应该要做的吗？大
在讲笑话，在讲笑话。哎、欸，你可以用你英雄联盟那个啊。英雄联盟那个、啊。你投稿的那个。我操！投稿的，我都给忘了。我来查个笑话。笑话大全。然后从这边再加盖哦。哎、欸，我靠，烧起来了！没办法，你要让他们双向都有啊。走，我想要直接加出就好了，就是直接把它变四条。虽然没有用啊，没办法转向啊，你两边都要盖啊。我以为你是最底下要盖、欸。没有，你两边都要有楼梯啊，不然你看这个楼梯这样也会上来的，你后面的就有用啊。不是不是，他们会直接走那一条，他们会直接走那一条，他们会挑近的。啊不然你就是整个路口都要改啊，不然他们那样一直卡着，要清很久啊。是啊，入口是那个洞要补上就可以啊，入口洞补上之后可以再加一块楼梯啊。我感觉直接转向了，等一下我要修了，我要先把这个拆掉啊。这啥思路？这个他们会不走啊，你得。你只能盖那一条啊！你这一条可以。那个等下再，那个等下再搞吧。我先让他们有路走嘛。先让他们多一条路啊。哦。我是感觉他们僵尸怎么硬啊？我的四趴刀嘞，触发一下。趴树是不是怪怪的？屁事，没道理啊。你把我卡住了，你卡住我了，你我啊，你卡住了，哭啊！哎，哭啊！在做什么啊？卡来卡去的，怎么回事啊？卡去了。啊，为什么两扇门都坏掉了？完蛋了呀！下一个夜晚很危险啊！门口大开、欸，哦，盖墙地方上。哈哈哈哈哈！没有，今天来了，看起来超白痴的啦！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不是电？哇！你要出去啊！可是要睡认真的。所以现在看得到二王了吗？哎、欸，看他们有一个装，你要不要捡？应该差不多到了，好高的，没有男的。但不知道踢几，我直接帮你把那个烧起来给修好。骨头，哇，那个爆就算了，那骨头什么？万多，哎呦，骨头护甲，主要是刚，赶快清网吧。我看一下，那你这个坏掉，你就会清的比较慢。加减让他们多上来一点。如果你走这一条路的，我觉得等一下全部都改这一边啊，你那边要全部拆掉了。你要直接大转向哦。你这样他们不会上来啊。日本那边上来是蛮多的、啊，只是得把那个洞填住啊。你给你，一定是转向会更好啊。我觉得你这一条就加盖啊，啊原本那一个就留着、啊，那个花了多材料。手指快不要，那个洞得留着。跑到三楼去了，家里会不会失手啊？家里安全吧？啊、绝对安全。可以啊，可以。上来了，狼靠，你还是不会？不会啦，踢下去了又把。你怎么自己下去了？家里有凯老师啊。踢了，我刚没开麦。啊？我是脚踏车达人啊，准备要参加铁人三项。好啦，你最会踩脚踏车，你，好啦。努力踩。哎，这个洞可以，他们终于离开这个洞了，我可以填了。啊，施主，安全器。嗯，是。没看到。到底谁是坐标啊？为什么？为什么还能劈我一刀啊？谁在咬我？是你那个平台已经……啊，是要再引过来啊？我要把他那他们其实两怪最好的，从门口还是那边？为什么有一只在减伤？应该带弓箭来的。哦，
哇！啊，你只有在哎、欸，我有弓箭了，颜色吧，我丢了。那你有弓？你有我就把那个洞补上啊。啊，在旁边，也在旁边。那个推推要检查要上塔吗？有啦，我在减少啊，只是那一条可能要加盖很多、啊。怎么了？中间这个推推，这个推机，这个推机，这个推机，这个推。有了，上膛了，上膛了，上膛了。啊，升上去那就完了。我要登上面。你们已经看到网了，是不是？我只在看一下上面，等我们再推服。哇，那边游客爆满啦、啊！下面的游客正在排队啊，那个就等他再加量啊，先把这一批清完再说。大凯，你不要骑这个，你骑中间的那个。来吧，把我杀了吧，我要把包放在这里。骑中间的那个，因为外面的容易被，如果有那个绿的。对啊。坐标啊，你还要吃东西吗？我先引走他们哦，要不要？哎，不用，就是直接这样清吧，赶快把他们清完吧。喂、欸，那我就自杀喽。哦哟，可能坐标是我，还是要爆炸了？好啊。哎，把包丢着。我是阿小，悠悠，你出过来啦！哎、欸，我靠，怎么有人进来了？是把门封起来吗？还是楼上的住呢？我就是在那边。好，我等下把他捅死。情况啊，我跑。滚！哎、欸，地方我要先把那个给补上去哦。但他们太多啦！我去捡我的东西，不然我没办法。包腰嘞！我要去捡我的包包，我没办法捡啊！那个包包，这人是好，我先补位，你们现在要捡包是不是？哎、欸，你来、欸、啊！我要捡我的，他怎样？我先把楼梯给补上啊！动着人等再说啦。我在这里，镜子好讨厌呢。先让他们上得去，啊、玩得到。看不到我什么？哦，上来着，都上去玩，都上去玩。现在修，哎、欸，哪边要修？哪边地板要修？地板应该。躺下。楼梯还有平台都要检查。现在差不多也开始检修地板。锅仔，嗯，不用金装哎、欸，你可以捡。有人坐标，好像是我哎、欸。嗯，是你，要变成我了。哎、欸，可是我来看看，他们突然间又不理我、哦欸。因为你跳到楼上了，他们要走另外一条路追你。戳戳。哦，那我要去哪里吗？弓箭好像、你把他们引到陷阱那里、啊、好小石头感觉不太够、啊、我站在这吗哇要重新上去哎谁踢我洞里面一直有怪啊这个补了会直接被打掉得等这几个家伙出来啊！要来检修这些楼梯啊！喂！我输掉喽！想要捡衣服，来帮你检修啊！你检查一下下面楼梯，应该是大部分没。好啊！
今天清完再直接把洞封起来啊！来来来，我是坐标，跟我上来。你可以捡剑。那个好像应该，好像要重新上坑。哦，还有长长端的，我想一下。哎，第一，你们记得用那个无敌洞来打他、欸。无敌洞啊！你可没有上当。等一下就是把怪引到中间这个小洞，让它掉下去。你有看到那三只吗？它掉下去之后就不会再跳上来了。对对对，我靠，他怎么跳过来了？哎，他跳过，直接跳过来是怎样？没事，他用跳的，我们得用踢的，有踢下去子。我靠喽！慢慢慢慢。我靠！飞机这里来，哎，对，好。这边好像在加砖头厂。这样。啊！你到时候最后这个楼梯歇到那怎么有一堆都踢下去了，但是有告密，那个断头台不走过去很难，有很多新的小怪。我从这边过来，那你东西捡得到吗？哦，我捡到了，我捡到我的，要不然就拉回来给我痛。嗯，反正我空中很大吧。原来那个他会这样拉哦。好多小怪子、啊、你那个烧的最上面那一块要先修，对啦，哎，白痴，你都把你那个楼梯转到左边，它就可以吸地丸。嗨，再来请说。可以帮我做几把弓，丢在这个。这样会拆掉的。对了吗？这个地基缝隙让我捡吧。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大脚一踢哦。上来了。弓箭是不是？弓箭还有箭。I need the。哦、oh, no， 完了，我鸡排，鸡排，哎、欸，你的地基好像被阿妈拆了，有个阿妈来了，僵尸，僵尸，你们等他，他快拆爆了，僵尸，僵尸，顶头都把它修，上面哦，你们把他带到这里可以踢下去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条新的路是不 是， 不是啊？这个推机怎么推不过去啊？那一条新的路来的有点多啊，那一条等等要修改啦。我们来的有点多，很好啊。对啊，赶快把它改那个，就改那个方，就改那个方向吧。我反正至少也都是从那边来。你最后不是啊？你最后接的地方，你接到那个大马路这里啊？你等下改吧。嗯，哎，怎样？给我拿到中间吧。我要补洞啊！我要补洞啊！终于啊，终于补洞了。这边推不下去、欸。这个还在。你在旋转？大回旋啊！啊，他换不了，换掉，换掉。他怎么门没了？哎、欸，有人攻击大开了。有那个、啊、屠夫吧？屠夫好像。哎，我要离开了，不打扰你们的，再会。再会。你在那边做电灯泡、啊。没有，我没有阿曲啊，跑去打大开啊！我帮他献花，我帮阿弟献花。大开，你现在细皮嫩肉，他们很想咬你，你起来，大开！哎，啊，对不起，金凯。
啊，那个那一只阿瘸就交给你推，交给你踢了。他下去了，他下去了。我踢这边的，顾一下这边绝对机。上堂一下，应该是有东西没有上堂，所以他们过的。有啊，都有上堂啊，我看次数都是够的、啊。哎、欸，够啊，数值不够了，要分解一下。血有点多啊。哦，好。我要准备把他们转向了。我去分解一些数值啊、欸！那个平台好像快爆了呢。嗯，数值要分解一下。刚我做那个箭矢，我花了一点。好，我来用。我躺一下我。木头，我刚刚看应该是数量是蛮够了。啊，它怎么爆炸了呀？是啊，爆炸好啊，就不用搓哈、啊。这赶紧升级成石头的吧。嗯，它怎么好像一直烧？我觉得这一边可以不用了，不要吗？这条路其实很多的鱼。不是啊，这一条路是怕他们那个啊掉下去啊，他们掉太多下去啊。哦。我想要留一半的，我想要控制一半的食草啊。哇、哦，终于清完了。Nice，Nice， 你们好优秀。我这一边我想加盖对，然后我要直接再盖一个楼梯下去，啊、这样子才 OK 吗？树枝有分解喽、哎。你就再盖楼梯啊。哎，对。啊！你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你可以有这种操作啊？不是啊，为什么这个接地的这里拆掉，那里会坏啊？你没接地啊？你又把家拆了？不是那你又黑的、啊，他超级智障的，你来看就知道了。不是啊，你没接地啊？那个就有接到地哦。那我怎么可能拆最顶的楼梯，最下面会坏掉？你真不是说什么只会有一个支撑点吗？那它的支撑点？先天使你可能有点怪……你看我绳索那一包在哪里啊？乌瓦奥斯？哎，我绳索那一包被你看到二王了，我想去看二王啊！啊，我们在切小怪啊！哎、这里楼梯你直接接下去就可以了。我们引爆是不是？那你盖吧，你盖吧。我直接两把声音转换，我引吧。两条楼梯接下去就可以了。倒的可能没了吗？我看一下哦，你要这样哦，也可以啊，我觉得这样好啊，可以不从这里啊。剩几只，还是把它吹下去就好。啊，你那个三角板，你记得是啊，你现在是跟阿丁两个人在处理那个你那个、哦、你那个风楼梯的下面那个三角板，记得全部升级的。你跟丁毅在处理这个吧，检修一下。没有啊，我还没有，一下没有，还没有遇到，我们还在清，就是清前面的那个。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砖头出来啊！我去采材料啊！不是啊，可以过来帮忙打呀、啊！鸡排，你不要去打扰他们啦、啊欸！我们需要砖头啊！还有高密者、欸，高密者要怎么办？我踢下去好了，我踢下去。没事，高密者还好，我还是其实、我觉得新的那一区可能要盖的像、欸。原本那边那样啊，他踩着他的同伴的头上来了。很爽。好，我把他踢下去。只有楼梯的话，他下去他一样会卡在那个地方啊。没有啊，他如果卡在另外这一边的话，他就会想从这里过来了。他可能就会，我不知道，因为从不知道他会被判定那个最短路径。我刚用脚踢触发致命刺、欸，然后。我刚刚看那样是挺好的啦，可是两边都有是最好啊。反正现在两边都有啦、哦。对哦，好像是你装备就有致命，是不是？哦，牛逼！阿飞，我忘记那个无敌没了，有点不无敌嘞、欸。对，是吧？你有香肠了？加没加啊？可以啊，是好料的、哦。你要不要种菜啊？你要不要去种菜啊？哎、他不无敌，他们会跳起来。哎、我觉得引上来吗？还是蛋好啊！你觉得要继续在那边打？蛋啊！啊，不然你上。这附近是不是其实已经没什么石头啦、啊？怎样？为什么？我说，啊，不然你上、啊。我被我踩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可以去学种蚕哦。哎，没错。进蚕。哦，进蚕哦，拍谁拍谁。没有，我也只会这个而已。吴主播就不会了，你比吴主播好。哎呀，至少我讲对一个字嘛，对不对？吴主播可能两个字都会讲错。我什么都没说，我还说得出“蚕”这个字是甜，对不对？只是我的重没讲好。那你在这边你会捡不到，对不对？好，我把它引开。我偷偷的。不要，你可以，你可以来了，你可以来。好，熟头。完了，我会不会被编了？
我要被吴主播变成历史了吗？